博主在早上的时候发现自家的一条看门狗被狼在昨天夜里猎杀在雪地中，狼群异常嚣张，在原地吃掉了狗，地面仅剩下狗的残肢碎片。从他拍下来的画面来看，狼异常残忍，雪地上遍布狗的血迹，狗的身体被狼群撕裂的四分五裂。更可气的是，猎杀了狗的狼刚刚逃走，博主甚至在远处的山上看到了狼群的身影，他们个个吃得骨腹寒喝，一路逃向山里。还有一匹狼在填饱肚子的同时，走时还不忘打包一些食物，叼走了狗身体的一部分。只可惜由于距离太远，而且大雪封山，博主并不能即刻对他们展开报复，他只能目送这四匹猎杀了狗的狼一路远去。不过狼在冬季不容易在山上找到食物，博主判断他们还会从山上下来，去村子里抓牧民饲养的牲畜或者看门狗，而且他们的确已经成功了一次。时间到了几天后，地面上的雪已经消融了不少，博主和他的朋友决定去山里碰碰运气，数条看高犬对付四匹狼已经足够了。博主一行判断狼就可能躲在这些树林中，在躲避严寒的同时，时刻准备从山上下来抓他们饲养的家畜。只是可惜，这次主动寻狼复仇的行动，他们并没有发现狼。狼很聪明，他们可能意识到牧民会复仇，因此逃到更深处的山里。博主显然不甘心，他起飞了无人机，试图在更远的地方找到狼的身影，可是还是一无所获。显然，主动寻狼复仇很考验博主一行的运气，然而他们的运气并不怎么好。在山里没有发现狼，博主果断改变了策略，决定被动防御，等饥饿的狼夜里再次从山上下来，然后伏击他们。时间一晃又不知过了几天，在一天夜里的时候，狼终于回来了。博主和他的朋友决定合围这个狼群。博主在村子一头首先放开自己两条经验丰富的砍高犬后，旋即跟着狗的足迹一路疾行。两条砍高犬似乎也嗅到了狼的气味，表现得格外兴奋，很快消失在夜幕下。不过从狗移动的方向来看，他们的目标是村子外的空地，博主判断狼应该就在村口的空地，他们徘徊在夜幕下，只等人类休息后悄悄进村展开疯狂的猎杀。没多时，博主和他的朋友会合，据这位牧民讲，他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做，但狼的确对他们的村子造成很多影响，猎杀了他们的狗和羊，而且这位牧民已经获得许可，可以在狼侵犯他们财产的时候开枪，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带着猎枪出门的原因。他会在听到博主的狗叫声后旋即放开自己的狗。一切如他们计划的一样，博主的狗叫声从夜幕下传来，牧民旋即放开他的狗。而狼是怎么被抓住的？由于是在夜间，当博主一行赶过去的时候，他们的两条砍高犬已经在雪地上抓住一匹狼。此刻狼应该还活着，但被两条砍高犬前后夹击，很快殒灭。